请掀开经本第二面，倒数第二行，第二面倒数第二行，摩尼微床，常放光明，恒出妙音，众宝罗网，妙香花音，周匝垂布，摩尼宝王，变现自在，遇无量宝，集中妙花，分散于地，宝树行列，枝叶光茂。到这里是一个小段。这一段经文虽然不长啊，它这个五句就是说了五桩事情，首先跟我们说明摩尼为体，佛经里面常常称说摩尼宝珠，它的德用是无边的，就仿佛像西方神话里面所讲的神灯。如果你得到摩尼宝珠，这个心里想什么，它就能变现什么，能得自在受用。那么是不是有这种宝珠，我们姑且不论。要知道佛在经里头所说的意趣，这个宝是自己的真心本性，真如本性啊，用摩尼宝珠来比喻来形容啊，是很恰当的。事出世间一切法，心想事成啊，那当然是真正的摩尼宝珠。这个第二句讲的光，第三句讲的阴，光跟阴都是它的作用，常放光明，恒出妙音。光是非常微妙的物体，它的相状非有非无，你不能说它有，它没有体性，你也不能说它无，它有现象，这个说明相有体无。哪些是光？万事万法都是光啊！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，实在讲啊，是粗心大意，不知道眼前所现的万事万象都是光化的作用，光化无啊，一切人事物啊，通通都是。所以有一些这个特异功能的人，
甚至于有一些的念气功的人，他们看到人，每一个人呢有光，有这个光环呢包住这个形象，有光的大小不相同，色彩也不一样。人有光，动物也有光。看到这是小狗小猫都有光，乃至于更小的动物，蚊虫蚂蚁也有光，植物也有光，矿物也有光，我们在这做一板针都有光，砖头瓦砾也有光。光里面含摄无量无边的色相，这些色相不能说有，也不能说无，这才是事实真相啊！因此，觉悟的人，这些人事物的色相，他可以受用。决定没有执着，为什么说不执着他呢？因为他知道当相即空啊，了不可得啊，就在现前，当相即空啊。佛在《般若经》里面跟我们说的很多，说的很详细，很清楚。他说一切法缘生的，因缘生法，凡是缘生之法都没有自体，没有自信的人没有自体，所以是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，这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因此不仅仅是离世无碍，实在讲世事无碍。为什么世事无碍？当相即空，所以他没有障碍啊。这个现象华严经里面讲的太多太多，非常丰富啊。因是因身，光与阴，诸佛如来用它来做佛事的。这个做佛事这一句话的意思，觉悟众生，众生在迷惑，如何帮助这些众生觉悟？这个光与阴呢，就是两种很好的工具。第四句跟第五句里面讲的罗网璎珞，众宝罗网，妙香璎珞，它的作用是周匝垂布，它这个作用。菩萨在因地，如来在果地，菩萨在因地。因地修行，修个什么？说实在的话，除障而已呀。古德所谓的淡除妄想，切莫觅真呐，你不要去找真呐，
你只要把妄除掉就好了，不要去找真。为什么呢？妄除掉就是真，你再要去找真呢，那叫头上安头，又错了。要知道力了妄就是真吧，所以妄的作用是防止鸟雀，这个妄是罗网，罗网在新加坡我好像没有见过，中国大陆皇宫里面有，中国大陆这些大的寺院我很少去，没有注意到，但是在日本的一些大的寺庙里面都有罗网，用铜丝编成的，保护它这个梁跟柱，因为这些梁跟柱啊都是高度的艺术品，雕梁画栋啊，这上面高度艺术啊，怕鸟啊到上面去续窝，把这个艺术品破坏了，所以就用这个罗网把它包起来保护它。网作用是在此地，所以也相当的美观，做得很精致。那么佛经里面常常讲大梵天的罗网，那当然比人间呢更美更要殊胜。我们只取它的作用，它的作用防止鸟雀来续窝破坏艺术品。那么这个意思呢，就是防非止过啊。这个高度的艺术品是什么？是心性的。那么哪些东西来破坏我们呢？是魔王外道啊，防止魔外的就是罗网啊，就是罗网啊，这个璎珞了啊，不但是一种装饰品，而且防非止过。降魔伏外，魔跟外，昨天晚上跟诸位提示出来，希望大家要留意，魔是烦恼。你看世尊在八大人觉经，八大人觉经不长，很多人都能够背诵，这部经里面给我们讲有四种魔啊。第一个是五阴魔，第二是烦恼魔，第三是死魔，第四是天魔。这个四样东西障碍了心性，使我们本有的性德不能够现前。我们要想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先要把魔障消除掉啊。五阴，我们这个身体就是五阴，五阴是色受想行识啊，这个身体是物质，物质是色法的色阴啊，物质啊，除了这个物质的色法之外，还有受，受是你的感受，想
是你的思虑，行就是这个念头不住的生灭，一个念头起，一个念头灭，永远在那个地方循环，不能够停止下来啊。时就是指的阿赖耶识，佛法里面称为神识，世俗人叫它做灵魂。是在讲这个灵魂呢，不太恰当。这个魂要灵，它一定会选择很好的地方去投胎呀。他就享福啊，他怎么会搞得落得这么些苦难呢？可见那个魂呢、不灵啊，迷魂是对的，那个没有错误啊，迷魂绝对不灵啊，绝对不灵啊。我们佛门里面叫做神识啊，这个是很厚乎道理的啊，神奇莫测啊，识，它有了别的作用，它有含藏的作用，及其种子现行，它有这么许多作用在里面啊，所以称之为识。这个是六道轮回的根本。在六道，舍身受身呢，是他了；在十法界里面也是他；将来修行正果作佛还是他。他要真正明心见性了，他就转了，就不再叫神识了。那么在相宗里面叫大圆尽智，他就转成智了。是转成智，这个一般经论里面呢，称之为真如本性、真心离体啊、法界，名词很多。在佛经里面，我看有100个以上的名称，都是说这一桩事情。就是一桩事情，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说这么多名字？这是佛说法的善巧，让我们知道名是假名，只要意思对了，不要执着名相，怎么说都行，都可以。佛自己本身就不执着，给我们做出最佳的模范了。佛不分别，不执着，真正做到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说法无疑不是恒顺众生。你们喜欢听什么样的名词，就给你说什么样的名词，只要意思达到就行了。这些地方我们都需要学习。光，佛菩萨的光，觉悟人的光，是智慧光啊！这个光的颜色好啊，金色光明啊，黄耀之盛。不但自己住真实慧，而且这个智慧之光啊，能够加持
一切众生。众生心行与大方广相应，或者我们说无量寿经那个经体好多，清净平等觉相应。清净平等觉五个字就是大方广。与这个相应呢，智慧光啊就能加持到，它就起作用。因这是慈悲之因啊，这个慈因啊，关怀之因啊，爱护之因啊，教诲之因，协助之因，诸佛如来化身大士，事先在十法界，事先在六道，无不是以利益众生为能事的，不为自己，没有自己。说真的，众生就是自己，万物就是自己，所以全心全力为众生为万物去服务啊。这个里面包含的行门无量无边。佛家在讲学总用归纳的方法，使大众能够举一反三，闻一知十。譬如愿，平常我们讲的四弘誓愿，在本经里面我们看到普贤菩萨十大愿，在无量寿经里面我们看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我们也要效法诸佛如来，要发愿立身啊。发愿之后一定有行，如果我们没有行，这个愿是空的，一心去填愿啊，愿中有行，行中有愿，行愿交织啊，就像罗网璎珞一样。落实在生活当中，就是戒相缘波啊，戒是使这个人的德行。有道德有学问，相是这个人所作所为利益社会，利益广大的群众，那叫相啊。这个相用现在的话讲是知名度啊，那这个社会大众都知道你，都尊敬你，都仰慕你，这叫相啊，不是真的那个相位啊。恒以如来四摄法处世待人接物，
全要落实在生活上。这就好比是这个璎珞周匝垂拂的意思了。利益社会，利益众生，恒是永恒，从来没有间断，不是。看看众生，看看社会，缺少什么就要施什么啊。要懂得布施，要会观察了。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之，你要能够观察世间，观察社会，现在这个世间，这个社会，大家缺少什么？最明显的，缺少佛法了。可是我们说缺少佛法，大家不以为然。佛教是宗教，是迷信。哎呀，这个东西缺乏，好事不是坏事。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名词变一变，缺乏觉悟之法。这个他听起来会点头。众生都是迷惑颠倒吧。什么方法帮助他觉悟呢？缺少觉悟之法。迷在什么地方？内里面迷失了自信，不知道自己啊。就古德常说，人贵自知，一个人最好最贵的是什么？自知之明。谁自知呢？诸佛如来自知。自知而后就能知人啊。这就是中国人所讲的圣人。圣人的标准就是对于一切事理通达明了，这样的人中国人叫他做圣人。那么今天社会上就缺少圣贤之学，圣贤就是智慧之学、觉悟之学，明了宇宙人生真相的学问，缺少这个东西。于是乎，一切众生迷惑、造业、感受的种种苦报，这些不善的现象就现前了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。然后晓得我们应该布施什么。那么这是讲的大前提、大纲领，说在日常生活细行当中来讲，现在的人不懂得孝顺父母，我们要布施孝顺啊。怎么布施呢？自己要做出一个孝顺的榜样，给社会大众看。启发大家觉悟啊。所以我们做就是布施。现在社会上年轻人不晓得尊师重道。
我们尊敬老师，也做出样子给社会大众看，这不是啊，不是尊师重道啊。现在社会大众起心动念呢，都落在贪嗔痴慢里面，那我们要不失不贪不嗔不痴啊，做出样子出来就是不失啊。就如同诸佛如来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，你看他们所做的，他们这个一生的生活，用一句话把它说出来，诸佛如来出现在这个世间，无论视现什么样的身份，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，无一不是受持读诵为人演说，就说完了。他视现在世间干什么？我们华严经到最后五十三参，五十三位善知识，你要问他，他表演的是什么？就是受持读诵为人演说。受是受，接受世出世间大圣大贤的教诲，依教奉行，这是受啊。持是永远保持，永远做下去，活到老，学到老，学不了啊。没有间断的，没有休息的，念念呢都在给大众做一个好样子啊。起心动念是起心动念的好样子，言语言语的好样子，造作是一切造作的好样子，这受持啊。现在世间人不念圣贤书啊，眼睛所看到的，耳朵所听到的，身体所接触到的，舌所尝到的，都是妖魔鬼怪呀。那我们要布施什么？我们要布施圣贤的教学，世出世间圣贤的典籍，我们常常读诵。读诵啊，自己的利益也叫别人看看。你看，我们其他的书籍都不看了，啊，报章杂志什么东西都不看，看圣贤书啊。学做圣贤人呐，这就是大布施啊！布施不是讲天天拿着东西送人家啊，拿着财物去供养人家，不是这个意思啊！做出一个好样子给人看，叫人啊看到了、听到了、接触到了，就回头。改过自新，我们的布施的功德就达到了。所以我们要读诵圣贤的经典，奖励别人读诵圣贤书啊，特别是对于儿童、小学生，我们可以奖励他读经，
甚至于我们可以设立专门的奖学金，多好。我这一次在台北有一位居士非常发心，他把工作辞掉了，教小学生读经，他收了100个小学生，这些学生呢，最顽皮的学生，在家里面父母教不了，学校老师也没办法管教，里面很多智障有问题，他专门收养这些父母老师没有法子教的这些儿童，他收来教，非常有耐心，帮助智障有问题的小朋友开智慧，训练他清净心，不容易呀！叫他读四书，读唐诗，读这些古籍。这2年来很有成就，我看到很欢喜啊。教小朋友写毛笔字，写毛笔字是修心养性啊，心要定不下来，那个一笔就写不好啊。我看到一个6岁半的小朋友写的几个字，就裱起来挂在这儿，写得很好。还有个9岁的小朋友，小学3年级，6岁半的是小学1年级。这一批人里面，将来决定有成就的，有出类拔萃的杰出人物。他的心学没有白费，我特别提醒他一句话：小朋友在你这个地方训练个总算长吧，10年8年，恐怕不可能有这么长的时间，大概我想的2-3年顶多，他离开你了，到别的学校去了。看看人家所作所为，跟他自己现在念的不一样啊！回到家里面，小朋友去学圣学贤，父母亲不是的呀。一看不对头，那怎么办呢？这书上骗我们的，大人做的都不是书上的呀。社会是个大染缸啊，在你这里短时间很清净啊，除了你这个染缸之外又被污染，你不是前功尽弃吧？他听我这个话也愣了，我说有办法，有什么办法？你要不断地教小朋友，常常给他说，不要学社会人的样子，不要学父母的样子，我要做好样子给父母看，给社会看，叫他学我，我不学他，你就成功了。这个理念呢，天天灌输啊！大人做的知道，他跟我书上讲的古圣先贤讲的不一样。大人做的错了，我做的对了。大人要跟我学啊，我不能跟他学啊。我念过圣贤书啊，他们没有念过啊。
这才能收得到效果，才能做到那个持啊，受持，持之又恒啊。每一天读诵，养成读诵圣贤书的习惯。圣贤书里头味道长啊，味道浓啊，世间之乐是在讲什么样的乐，没有读经这个乐浓厚。那你来尝尝看，你说你读几卷经苦死了，这哪里都有乐了，没乐啊，不如去看电视看电影看戏去那个乐啊。那是什么原因呢？你虽然在这读经，读了一部经，经里头什么味道没有尝到啊，你是囫囵吞枣，你没尝到乏味。如果你要是细嚼慢咽呢，尝到经典的乏味呀，哦，这个乐的时候，世间什么样的乐都没有办法跟它相比呀。所以你要晓得，老僧入定，入定不一定是盘腿打坐，心里头没有妄念就是定。这个读诵经典也是入定啊，他在享受啊，他不是在受苦啊，他在享受啊，无上的妙乐啊，他在那受用啊，凡夫哪里知道，哪里懂得？好像看着这个修行人的枯坐，这个世间许多好玩的地方他都不知道享受，傻瓜一个啊。到底谁傻？恐怕说人家傻瓜的人自己傻了。所以这个里头真的有乐趣。所以我们要懂得布施怎么样修法。绝不是讲到布施啊，这拿一点钱的时候啊，拿一点物品就施舍送给人家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学佛的人要自己以身作则，做出个好样子给人家看，叫布施。社会缺乏道德观念，我们特别注重道德，遵守道德，履行道德，这布施。世间人喜欢打妄语，我们真是。世间人喜欢两舌，两舌是挑拨是非呀。我们对于善人恶人平等恭敬。这就是对社会对一切众生的施舍。第二个是爱，这个爱关怀的意思，真正的爱护不是甜言蜜语并不是讲这个话大家都是喜欢听的，不是的，真正爱护众生的言语，你教训他，呵斥他，责备他，骂他，为他好吗？那些都是爱人，安慰他，奖励他，劝勉他，都是为了利益他，这种言语就叫做爱人。父母爱护儿女，对儿女犯过错责备很深呐。老师爱护学生，学生有过失，一定要受严厉的处罚。
那些呵斥责备惩罚都是爱人，都是爱护他的。第三个叫利心，利益一切众生之心，我们所作所为都是利益社会利益众生，凡是不利社会不利众生的决定不做。幕后同事，同事就是经上讲的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，现同类身。在我们这个世间，应以人身而得度者，释迦牟尼佛示现的人身呢，他才能度得了我们呢。他要示现一个天神的身份，我们不敢接近他，一定要现一个跟我们普通人一样的身份，我们才欢喜接受他了。佛要度畜生，一定要到畜生里面去投胎，现畜生身，现他的同类身，才能度畜生。这个经典里面都有啊，佛要是度那个猪，他要在猪里面投胎，也变成一只猪，天天在猪圈里面给那些小猪们讲经说法。那这真的不是假的。佛要度恶鬼，一定要变现一个鬼的身份。给恶鬼道讲经说法，在哪一道现哪一道的身，你才能度得了众生。同事舍应当说什么法，就给他说什么法门。我们在经典里面要学这些东西，我们读了听了学会了，马上就起作用了。那么像我们现前这个社会上，现在分工很细，各行各业，你遇到哪一类的人，哪一届的人，哪一个行业的人，你给他说什么样的法，这个法一定是帮助他在他自己这个行业当中能有成就，他就喜欢了。如果与他经营这个行业相违背的，他是一个经商的商人，是一个企业家，你去劝他来当和尚，那怎么行呢？这决定办不到，对吧？他怎么能接受呢？他是个商人，你就要设法帮助他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，成功的企业家，佛经里面讲的商主。商业界的领袖人物啊，他高兴了，他能接受啊，他欢喜。所以说什么法一定要应机，佛说法，这佛经称为奇经，
上其诸佛所证之理，下其众生可度之己。那么这个叫四摄，这个四摄呢，在这一句经文里面就是璎珞，璎珞的垂布啊，这个垂下来的时候，表这个四摄法，戒淫一切众生。下面这一句，摩尼宝王变现自在，于无量宝。这一句里面，它含的意思，神通如意，变现自在。众生根基的差别无量无边，你有智慧，你有能力，这个神通啊，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能力技巧，你的方法非常巧妙，无论什么样身份的人，无论哪一种行业的人，你一接触，你都有智慧，都有能力，都有善巧方便帮助他。令他欢喜修学佛法，能把佛法用在他的现实生活上，用在他现前的工作环境里面，帮助他成功啊，帮助他的事业顺利，帮助他达到圆满啊。这个就譬如是摩尼于宝啊，这才是真正的宝啊！在我们佛法里面讲叫法宝，法宝是无量无边的。第三句，集中妙法分散于地，这三话。散花在世法里面是天女散花，表无量的阴性，普遍的庄严大地。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看到，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天中空中啊，雨花，花落到地面呢，自自然然形成一种像地毯一样，而且这个地毯的花纹组织非常微妙，并不凌乱了。此地所讲的就是这个意思，是以无量的德行、无量的智慧庄严心地，这个金刚宝地是指我们自信的心地，我们的真心，我们的本性。我们庄严自己的心地，那就是佛经里面讲的六度万恒。
这个是心地真实的庄严。后面这一句，宝树行列，枝叶广袤，树底下还有一段经文，跟我们说宝树的庄严。树是代表建立，建树，我们中国古人常常说，人这个一生不能空过，至少要流芳千古啊，就是让后人呢有一个好的纪念。那要怎样做到呢？这三桩事情：立功，为国家民族立功；立德，立业，称之为三不朽啊。这是世俗人的观念，是不是真正能做到不朽呢？很难说。现在科学家告诉我，地球还有沉住坏空啊，太阳也有失掉光辉的一天啊，哪里能真正做到不朽呢？可是佛法里面这个德行建立真实的不朽，为什么呢？自性是没有生灭的，凡是称性的德行都是不生不灭的。这个意思往后经上啊还有很多地方都会说到。佛神力故，令此道场一切庄严于众隐现。隐现两个字好，前面所说的古德了，果得到最后，那真的是有所建树了。所以以宝树行列作为总结，我们的德行建树有成就了，有成绩。可是不要忘掉，修因正果啊，都要靠佛力。如果得不到佛力加持，我们确确实实不得其门而入啊。佛的经教再好摆在我们面前，古大德的注解讲得再透彻再明白，我们依旧是没法子入门，没有法子理解所以说听都要得佛力的加持，三宝的感应啊。这个里面能感所感我们一定要清楚能感真诚的发现，经上常讲发菩提心。我们真正肯发心，学佛学菩萨，
我们现在一般是不是在这学佛呢？不是的。接触佛法一点气氛，接触到一点边缘，到这边来听听经，或者你在家里每一天也做早晚课，也在读诵经典，是不是学佛呢？不是的。怎样才叫学佛呢？学做佛，这才叫学佛。佛存的是什么心？佛怎样待人？佛是存什么心，我也存什么心。佛如何处事待人接物，我也学佛这样处事待人接物。佛如何生活，佛如何工作，样样都要向他学习，学得跟他一模一样，这叫学佛。如其不然呢，都不叫佛学佛了，叫什么呢？叫佛学。你们现在在搞佛学，在研究佛学，不是学佛。学佛跟佛学不一样啊，两把事情啊。我们一定要辨别清楚。唯有真正发心学佛，自然就得佛力加持了。为什么呢？跟佛同心，同心就有感应。前面我跟诸位说过，我们虽然是凡夫，业障习气一品也没消除，我们这个方向非常正确，对着成佛之道，对着成佛的门径，一点都没有偏差，那个感应道教的力量非常之强啊。正如我们这个世间的物理里面所讲的磁力啊，磁场磁力，你看看那个方向对准的时候，那个力量多强啊。偏就度偏差一点呢，也有力量，但是力量就减弱。如果完全相违背啊，180度的相违背，一点感应都没有。同样一个道理嘛，我们真正发四弘誓愿的心呢，这个方向就是一丝一毫都不偏差了，这才能得佛力加持。诸佛成佛要得佛力加持，众生成佛还是要得佛力加持。庄严，这一段是讲心地的庄严，说不尽的，太多太多了，所以经上用个一切，就通通包括了，说个一切，引现好。隐告诉你是影像，影像不是无啊，有啊，但是不是真有啊，没有自体，体性是空的，缘起性空，像是缘起的，所以把它比作梦幻泡影，它有，它不是真的，不是真有，可以受用，不可得，不能执着，执着就错了。受用没错，执着就错了。我们对于一切事物有受用啊。我们每天穿衣吃饭，衣食住行，许许多多这些器皿，都是我们日用，这个生活当中必须要的用具，可以受用。
佛菩萨应现在这个世间也一样受用。那佛菩萨跟我们的差别在哪里呢？我们在受用当中啊，起妄想分别执着。佛菩萨在受用当中没有妄想分别执着。诸位要晓得，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啊，他那个心里面生起来的是无量智慧啊。我们生起来的是无量无边的忧虑牵挂烦恼。所以一样的受用啊，两种不同的感受啊。这就是凡圣的差别。我们今天要学佛，学佛的受用。我过去在详细当中也常常提醒同学们，我们在这个世界，现在人都讲权力吧，我们也讲嘛，恒顺世间吧，我们要使用权，不要所有权。使用权很自在，像我们住酒店住旅馆一样，我们有使用权。这个大酒店，你看这观光酒店在这个新加坡有6星级的，服务非常周到啊。我们到那就住一晚上啊，到那边去吃个东西，接受这些很周全的招待。我使用啊，我不要所有权啊，所有权是老板啊，他天天伤脑筋啊，怎么管理啊，怎么赚钱，怎么赔本呢？哎呀，那个麻烦可大了。我们使用的人很自在啊，不管这些事情啊。诸佛菩萨在这个世间呢，就是有使用权，没有所有权。我们这个世间凡夫，说实在的话，他要的是所有权，没有使用权，可怜呐。好可怜啊，我看到很多有钱的，有钱的这些人家，你看在世界上，风景好的地方，都买的洋房，都买的别墅啊，都是他的啊。他工作忙得不得了，又不能去住，怎么样呢？请人去住，每个月还给人家钱给他，那个人就是有享受的权，没有所有权。你看看那个人才叫真正有福报啊，这个老板是实在是大傻瓜了，没福报啊。他不会孝顺他的父母啊，他孝顺他的佣人，请那个佣人孝顺他，盖那么好的房子，那么大花园，叫他去享受啊，每个月还给他生活费，对他的父母很刻薄，你说糟不糟糕啊？这种人我在这个世界上看到好多好多啊。我看得很叹息呀，愚痴啊！他有没有享受？可能一生呢，在那里住一个晚上，实实在在的。我在年轻学佛的时候，就看到台湾有个很富有的，台湾人都知道陈杂波在阳明山有一栋别墅，我在那个别墅里头住过一天。我听说陈杂波一生呢，在那住了一个晚上，请了2-3个工人在那里住，请他们去享受，钱是欠他的，没法子，钱是欠他的。这有这么多钱呢，不知道去利益社会，不知道去布施给社会许许多多苦难的众生啊，不肯去帮助他，把那个钱在那里浪费。
造了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。风景好的地区很好，何必到那去买房子？又住不了几天，那大酒店有的是。那个花钱很有限嘛，为什么自己一定要在那里置产业，就搞这个？这个要所有权，所有权就是六道轮回呀，离不开了。死的时候还挂念着这个地方有财产，那里有房子，一样要放不下。他能去享受吗？不能啊，随业受报，三途流转啊。这个是世界愚痴到了基础啊。所以这种人他的心性与佛的感应呢完全相违背。不起作用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如何求佛力加持。一定要与佛的愿行相应。佛是什么样的心，佛是怎么样的行持。所以一切影现范围非常的广大。或在地中现，或在地面现，或在树中现，或在种种庄严具上现。这个种种庄严具就说的不尽了。或者在有情众生身相上现，或者在有情众生德行上现，或者在这些植物矿物形象上现，不定啊，太多太多了。心在极清净的时候，妄念不生的时候，六尘啊，表法的意趣，你通通都能够领悟到了。西方极乐世界六尘说法，我们这个世界何尝不是六尘说法呢？正报里面一夜毛孔啊。一报里头一夜微尘啊，都在转妙法轮啊。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心细，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，他能感受得到，而且是强烈的感受，明显的感受。我们在这个世间六尘同样说法，从来没有间断，从来没有差别，我们的心粗啊，感受不到啊。这个事情理与事在《华严经》上都能得到证明啊，然后才晓得《华严经》所讲的这个佛的道场实成正觉，道场在哪里啊？净虚空变化界，没有一处不是道场啊，处处皆是菩提场啊，时时皆是成正觉啊，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，此界他方也同时存在啊，同处存在，这个意思很深，但是的的确确是事实的真相。好，请看下面的经文，第三页倒数第三行，这是第二段述引。其菩提树高贤殊特，
金刚为身，琉璃为干，重杂妙宝以为枝条，宝叶扶苏垂荫如云，宝花杂色分之不隐。佛以摩尼而为其果，含会法宴，余华见礼，其树周圆，咸放光明，于光明中与摩尼宝，摩尼宝内游住菩萨，其众如云呢，俱是出现。又以如来威神力故，其菩提树横出妙音，说种种法，无有尽极。到这个地方是一段。这一段经文总共有十一句，十一句也分四个小段。第一个小段里面只有一句，其菩提树高显殊特，我们这里有个小标题，总显高深。这个深呢是殊深，高显殊深。前面我们曾经说过宝树，宝树就太多了。为什么叫宝树呢？任何一棵树觉悟的人看了，奇妙无穷啊，迷人看不出来，觉悟的人看得出来。为什么呢？任何一棵树都说妙法，那怎么会看得厌？而且所表之法无有穷尽，深广无际，细说就是诸佛如来共同来说，说上一个阿僧祇劫也说不完了。但是佛很慈悲，希望我们都能够略知大概，所以在众多宝树里面举一个例子，菩提树举一个例子。那你要问的时候，为什么举菩提树不举别的树呢？这个问的时候是没有意义的。如果他这里煮一棵松树，为什么煮选松树不选其他的树呢？你这个问题永远找不到答案吧。所以这个举例是任意举的，随意来举的。那么举菩提树呢，这个是理所当然的。菩提树，佛在菩提树下说法嘛，就应取比喻嘛。就举佛住在这个树下，就以这个树为例子。其实我们以后叫它做菩提树，印度人不叫它做菩提树，毗婆罗树。佛在这个树下示现成等正觉，所以以后就把这个树称之为菩提树，是这么个意思。这菩提是觉嘛，佛在这个地方觉悟，以它作为一个纪念。觉，觉之体是智慧，没有智慧你怎么会觉悟？那么换句话说，觉的因是智慧，觉之体是智慧。
所以佛法的教学是以智慧为目的。以定为手段，因定开慧，而戒律是手段的手段。因戒得定嘛，因定开慧，所以禅定是手段，不是目的。目的是要开智慧。那么佛能成大觉，对于虚空法界无所不知无所不能，内彻底明了心性，外知道虚空法界的一切现象，因缘果报没有一样不知道。所以成正觉就是成就究竟圆满的大智慧。佛告诉我，我们的智慧跟佛是一样的，无二无别。佛所谓成，成是什么意思呢？法现了，明了了，说之为成了。我们有这个智慧，这个智慧也没有现前，我们没有发现，所以我们不能叫成。我们的智慧为什么不能现前？为什么不能发现呢？有障碍把它障住了。障碍很多很多，佛在经教里面将这些障碍归纳为两大类，一类叫烦恼障，一类叫所知障。这两种障碍把我们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障碍住了，不能现前啊，不起作用啊。那么佛把这两种障碍除掉了，将这两种障碍转变过来了，转烦恼为菩提，转生死为涅槃，他把它转过来了。我们今天修学要想功夫得力，你要不做个转变，是决定不能成就的。我们从前的老习气、老毛病、老旧的习惯，都是造作一些罪业，与信德完全相违背。譬如佛在无界实相里面告诉我们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信德。实相里面不杀生，不邪淫，不妄不偷盗，身三业。不妄语，不恶口，不两舌，不绮语，不贪不嗔不痴，是信德啊，是我们自性里头本来具有的。所谓是良知良能啊，人人自性本具，一切众生个个皆有啊。这哪里是佛提倡的？
哪里是佛教我们的？我们有忘掉了，现在所干的恰恰相反啊，身造杀道业，口妄语两舌，净干这些啊，心里面贪嗔痴慢，这就是与自信心的与佛的愿行呢，是180度的相违背，就得不到感应。佛很慈悲，想保佑你，想加持你，加不上啊！所以诸位要晓得，佛家讲的这些戒律教条啊，不是佛制定这些东西来约束我们的。你要这样想，那就大错特错了啊！佛从来不干这些事情，不会约束别人。佛给你说明白，全是你自己的心得，是你自己的良知良能。如果你要觉悟了，你就很欢喜，回过头来了，回头是岸啊，这是能感。那么菩提树的高，高是你的德高啊，至高啊，菩提树茂盛啊，这个盛是讲的你的行殊胜呐，你的行为殊胜呐，你的表演殊胜呐，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。这是菩提树茂盛的样子啊！那么从这个树显示出性德、体相德，无不周圆啊！古大德的注解里面也注得好。至超素表啊，这叫高啊！你的智慧高超啊，高超的世间人没有办法形容啊。那这个就是高的意思啊。本性不昧。这是心啊，这个不昧就是我们常讲的觉而不迷，无论在什么境缘之中，这个境物质环境，缘人事环境，无论在哪一种人事环境里面，物质环境里面，他都能够觉而不迷，这是心。总显的意思，这是显啊。自己的德行流露在形象上，前面讲的光色流露在形象上，能够帮助一切众生觉悟啊，帮助一切众生回头啊，成就一切众生修学佛法，这个叫殊啊，殊胜。除此之外，别无余法，这是特。
独特之心，佛是独特之心，佛的弟子，每一个人学佛的人，没有一个不是独特之心。独特之心还是用世间术语说，大家容易懂，出类拔萃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在群众里面所表现的跟人家不一样啊，人家是迷，你是觉悟啊，人家作恶，你独修大善。所以在此地用这个宝树来表法，特别选定的这个用菩提树来细数。确实这个世间许许多多的众生，没有不喜欢树木花草的。你看世尊将树木花草里面说出这么多的妙法来，让我们以后一看到树木花草，哦，这个都在说法嘛，没有一样不在说法嘛，才知道华严经里面所说的成说差说，成说差说，一切万物都在说，无间说从来没有间断的在说，说什么呢？说大方光佛法眼，从这个地方呢，我们才真正领悟到了佛说法的高明善巧，确确实实智慧达到究竟圆满的表现。佛要不是把沉沉叉叉这种说法的意趣给我们显示出来，我们听佛讲经听完了就完了，出了讲堂就没有了。都忘掉了。你懂得这些意趣表法的意趣，今天我们念到菩提树的庄严，我们将来在任何地方一看到树就想到这段经文，就想到佛在华严经上的教诲，你这一想呢，这全部的大华严不都现前了吗？这个方法才妙啊，等于释迦牟尼佛呢在这里讲华严经永无中断啊，叫你看他的金刚妙宝所成啊，看到这些树，这个树木花草，这里面含的有甚深的佛法，圆满的佛法，真的是一界一切，一切皆一，任何一法里头含摄圆满之法，虚空法界。不但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，一切诸佛如来成说差说无间之说，都在任何一法里面显现无余。这个说法真是巧妙的基础啊！我们今天讲艺术的境界，世间哪一种人在艺术境界里面能够跟佛相比？没法子啊！下面提摄众德这一段里面呢有6句，
金刚为身，这个身是树身，就是树的这个本干，它的主干，从这个本里面再生枝，枝里面再生条，这是这个身就是本，就是树身，树身是金刚的。金刚表什么？在此地我们晓得佛在此地说这个书其实是在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，是在说明我们自信真心的体相得用，无论执任何一法，都是在说这些大道理，所以才说了一经通一切经通啊！如果诸位在此地真正悟入了，这华严经后头还要听吗？不要听啊，你全都明白了，这是实话，不是假话了。我过去在台中，在李老师法会里面学华严经，我只听了一卷，诸位晓得华严经80卷，我听了一卷，这一卷听了之后，我就到台北讲华严经，我讲了17年了，17年没讲完，只讲了一半，我讲的比李老师讲的还要详细啊，所以你这一段听会了，全都会了啊！你要不会，全都不会呀。身，身是讲的本体啊。那么这是用树来做比喻啊，树是菩提，菩提的本体。菩提是觉，觉性的本体是什么？三昧。他说是这个金刚为身，金刚三昧。金刚三昧是诸佛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，佛自行化他，以这个为基础啊，以这个为根本啊，金刚是比喻。比如不变不坏啊，比如坚固，取这个意思。你看这个金刚经里面所说的表法，在经书里面唯有黄金的颜色不变啊，它的化学结构啊，跟其他的这个方程式不一样，所以人家一般人呢喜欢收藏，把它看到很贵重，金的颜色不变。你看银就不一样，银铜铁锡啊，尤其氧化作用会变色，金不会变。所以大家特别喜欢黄金，表
不变的意思。这个不变呢，就是表不生不灭，表这个意思。刚是非常坚固，那金刚呢，那这是不但不变的，而且表示坚固。坚固是什么？信心坚固，愿心坚固，行心坚固，信愿行，这三个都不变，三个都坚固，那哪有不成就的道理？这就变成树立了。如来家业，这就树立起来了。取这个意思啊，诸佛如来化身大士，他们之所行都离不开这一个基础，都离不开这一个原则。所以设置金刚为神。这个干呢，干是从身，我们中国人叫做本呢，根本，这本次的叫身，就是我们说的本。从这个本里面生出来的干，干里面再生呢枝，枝里头再生呢条，条里面就是长叶，花果，那么这是我们略说了。佛在此地告诉我，干是琉璃。琉璃是七宝之一啊，琉璃透明的，这个透明表身心清净，一尘不染，你身体就是透明的，确确实实，这个佛菩萨、修道人。心地清净的身体真的是透明的，我们肉眼凡夫看不出来，有特殊能力的人，我们一般讲有天眼，他能看得出来，看出这个修行人身体里面完全是透明的，像水晶像玻璃一样，里面虽然有这些器官呢，清清楚楚，一丝毫都不染污，不但透明，而且放光。可是看到我们凡夫这个身里面呢，黢黑的，污秽肮脏，为什么呢？这个里面被一些贪嗔痴慢，被妄想分别执着染污了。所以呢，有功夫人一看就晓得烦恼业障很重啊，一看就知道了。我们这个世间有学问的人，有智慧的人，只能看一个大概，一看到这个人的容貌，看到这个人的谈吐行动，知道这个人有学问有德行，看到这个人在形象里很粗鲁，面目可憎啊，那只是看一个大概，不能像真正有功夫啊、有定功的人呐、佛家讲有智慧呀、那个慧是从定里面发的，跟世间有学问有道的不一样，是
定中法的慧，那个看人看透了啊，才能看透啊。我过去在美国迈阿密讲经的时候，有几个美国人，迈阿密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，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有，里面有不少啊，有这个特异功能，是美国人，他们有这个能力。这个能力从哪里来的呢？他们修禅定，也是跟这个佛教里面是老一辈的参禅的人，他得定，他修禅定确确实实得的定，但是那个定功并不怎么很高，这个我们很清楚，但是他得的那一点小小的定功已经超越一般人，所以他们得的这个定在佛门里叫做未到定。如果他定成功了，他就到初禅天去了，不在欲界了，他还在欲界，所以在欲界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定功，如果没有定功，决定不能够生夜摩天，全凭修福啊，只能升到忉利天了。忉利天上去就要有定功了，那个定功就像我们说，如果说是能100分的定功才能得初禅，那么这个忉化自在天呢，大概这个定功要达90分。化乐天呢，那80分。一层一层往下降啊。那么夜摩天呢，大概那个定功啊，大概60分差不多。不仅勉强呢达不到这个标准了。但是他这个定功啊，超越我们一般人的智慧就太高太高了。他有能力，他看到我到那边是讲无量寿经，正好无量寿经的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的本子印出来，我是先送了一些过去，前面呢有一张夏莲居老居士的照片，我们里面就有一位同修拿着这个照片给这些外国人，他们有神通的人给他们看，看看这个人怎么样。这几个人一看之后啊，他说这个人身体透明的啊，那我听得很奇怪，他没有见到人，看到照片知道他身体是透明的，换一句话说，他没有贪嗔痴慢，而且告诉大家这个人现在不在世啊，又说这个人是个再来人，不是普通人，他讲的都有道理，没有人事先给他介绍过，所以如果见到这个现场见到人的时候，那看得一定很透彻很明白，金刚啊，这个流利在此地表啊，透明清净一尘不染，这是智慧往外透，内外明彻，所以说干是流利，今天时间又到了。